每次考试都考第一名，为什么这一次考第二名啊？因为我仔细的算了一下，考第二要比考第一要划算。为什么考第二要比考第一要划算呢？因为我考第一，应该奖励我100块钱。而我同桌考第一，他爸爸奖励他1000块钱。他答应过我，到时候我会分我一半。